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281页第一行，智慧第一，尊者舍利弗，前面声闻众上首表法的第一位也，尊者乔真如啊，特别提醒大家要意识到乔真如表法的深意啊，这意思很深。他为我们表示修学净宗法门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皆是如来第一弟子啊。昨天跟诸位做了报告啊，在佛法门中，不仅是释迦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无量的法门，都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这四个阶段，唯独净宗十宗都是正法啊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识啊。为什么大乘经上给我们说的标准它完全相应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有正果的，这就叫正法啊。那么净宗现在学习经教的人很多，有讲经的人啊，有听经的人，有念佛的人，念佛就是修行
往生就是正果。念佛的同学就在现前，哪一年没有往生的？哪一个月没有往生的？许多往生的瑞相都非常之好，有一些预知实质，自在往生。我们时有耳闻，这不是假的。具备这个四个条件，这就是正法。所以净宗是名副其实的正法，纯正之法。但是这个法门确实是诸佛如来说的，这不是人随便讲的。这个法在一切法里头叫难信之法，但是它很容易修成。虽说容易，也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每一个听到这个法门，能信，不怀疑，能发愿求生净土，真肯念佛，佛来接引。看到就很容易无论在家出家，我见的就不少啊。我在美国讲经那个时候，在马里兰州遇到周广大先生，他是往生前三天才遇到佛法，一生全家没有宗教信仰，病得很重，医院放弃治疗，家人到处找宗教求神，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，找到我们，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探望他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，病确实严重，恐怕没有办法好转，所以就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告诉他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没有想到他一天就相信，告诉家人不要替他再去找医生找医药，不需要了，要求全家人念佛送他往生。我们这个组织那个时候才成立一年，华福佛教会1983年成立的，周广大就是84年往生，我们这个会成立一年，我们派了同学日夜不断轮流的助念，就是四个人一班，一共三班，每一班8个小时，日夜不间断，三天往生了，真往生了，活化还有舍利，真难得了。这我们亲眼看到的。三天，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，真信才行，真信真愿，
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一心称念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忧虑。啊，这就是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决定得生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十八愿呢。四十八愿当中第一愿，无比殊胜。那我们亲眼看到的。那另外一个往生老太太，我没有看到。旧金山甘老太太的朋友，啊，他们些老朋友都是念佛的。啊，这个老太太跟他认识几十年。啊，老太太先生过世了，都从台湾去的。啊，儿子到美国去读书，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，啊，结了婚，生了小孩。啊，儿子把他妈妈接到美国，照顾家事。啊，妈妈还行。啊，每天给他们烧饭、洗衣服、整理环境。啊，带这个孙子，在美国住了四五年。啊，小孙子上幼稚园了。儿子媳妇都工作，白天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，好休闲呐！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了，啊，念了这几年，啊，每天早晨，他起来的很早，烧早饭。啊，儿子媳妇吃了早饭就上班，把小孩送到学校。啊，这一天早晨起来，儿子媳妇看到老太太今天没有起来。啊，早晨呢没有人烧饭，感到很诧异。啊，到他房间里面看。美国老人房间是没有锁的。啊，打开一看呢，看他妈妈穿着海青坐在床上，盘腿坐在床上。啊，喊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他走了。啊，事先没有告诉家人，欲知是知。他留的有遗嘱，遗嘱写得很清楚，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通通做好，一份一份摆在床铺面前，后事他都安排好了，至少三个月之前他知道哪一天往生，他才有这个时间准备呀。啊，老太太没有告诉一个同修道友，啊，我什么时候往生，你们来送我往生，没说，不干扰大家。啊，这往生之后大家传出去才晓得，真功夫啊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默默无闻，啊，说走就走，没有丝毫痛苦。啊，老太太昨天晚上的一切正常。啊，这一个晚上到明天早晨的时候就走了，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。啊，看他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得这么清楚，交代清楚。
啊，欲知是知。所以这个法门真正是如来第一弟子啊，是普通人吗？不是。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是念佛往生的人，无论时间长短啊，真的阿弥陀佛接他去了，都是过去无量界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，这一生遇到净土，得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啊，自己真正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才能成功。如果没有过去生中这个深厚的缘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所以像周广大，像这位老太太啊，都不是简单的任务啊。我们住在台湾这个地区，40年前这个地区也有个老太太啊，什么名字我忘记了。将军乡啊，跟这个佛光山隔壁，佛光山是大树乡啊。将军乡一个老太太，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。啊，我有一年在高雄中山大学的校长啊邀请我在那做一次讲演，我提出这个段的故事啊，当时听众里头还有2个人告诉我他是真的，他们是他的邻居亲眼看到的啊，给我作证啊，都是往昔无量界中啊，跟佛界的深厚的缘分啊，世间没有偶然的事情。弥陀经上说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所以一定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，这不能不重视啊，不要轻易小看了啊，疏忽那是错误啊。那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够不够，应该自己能晓得啊。第一个是信心，是不是真心，有没有怀疑啊？99分相信，还有1分怀疑就靠不住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信心怎么建立的？一个是过去生中的善根，一个是现在遇到之后怎么呢？欢喜呀，不但深信不疑，对这法门无量的欢喜啊，尊重啊，真干啊，哎，有这种心情的，可以说他有善根有福德啊，那么还懂得了报佛恩呢、啊？怎么报佛恩？我念佛往生的样子，做出这个榜样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生起信心，这就是报佛恩。
啊，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。啊，年轻人应当要发愿报佛恩，要乘船精进法门啊，要把精进发扬光大。精进就是一部经，一部论，这个论就是注解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，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这是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经论是什么用处？帮助我们起心，帮助我们发愿。如果我们真心切愿，这个经论念不念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一句佛号啊，经论是帮助你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认识我们现在住的娑婆世界，两个世界搞清楚了，你就会比较你将来要到哪里去，你选择哪一条路啊，经论的目的在此地。我没有怀疑，我完全相信啊，经论对我就不重要了啊，念佛重要啊，但是念佛这是大乘法门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诸佛如来他们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都是建立在戒学的基础上。那为什么？戒是无上菩提本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这是通途法门，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啊！你看看戒贤老和尚一生严持戒律，啊，他持的是什么戒律？我们净宗学会早年在美国成立，我写了一个缘起，提出行门五窟，这就是戒律啊，修净土的人必须要遵守，要落实的啊，是我们求往生的人啊。第一个是敬业三福，这些年来我常常讲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这三个根从哪里来的？敬业三福，第一福，第一福有四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四句，这四句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
啊，孝亲尊师，我们怎么落实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真干呐！啊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，因果教育；修十善业呢，落实在十善业道经。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学佛很难成就。啊，这还不够，这是基础。啊，好像我们盖大楼，这是地基。啊，能把这一条做到，啊，这三本经，啊，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道》，要求做到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你们看看海贤老和尚，他做到了，他没学，但是他通通做到了。啊，净业三福第二条，啊，净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，决定不能够违背的。第二条三句话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是建立在第一佛的基础上，没有第一佛就不会有第二佛。啊，当然更没有第三佛。啊，你看看受持三规，我们今天开经先念三规。那三规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，我们修什么？就是修觉真经。那觉真经在我们这个经体上，啊，这个无量寿经经体的后半部讲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是戒，平等是定。觉是慧，觉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在经体上啊，这三规啊，皈依佛怎么个皈依法？六祖坛经上说得好，能大师讲得好，佛者觉也。觉而不迷叫皈依佛，正而不邪叫皈依法，净而不染叫皈依僧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想到觉真经，与觉真经相应，这叫真的皈依了。与觉真经相违背的叫迷邪染，那是皈依三恶道。那不是皈依释迦牟尼佛，不是皈依西方阿弥陀佛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我在斯里兰卡讲经，那边是小乘国家，法师要求我，啊，把开经偈换成三皈依，我觉得好，这个建议不错。啊，把开经偈换成三皈依更有意思，啊，我接受了。不能忘记三规啊，三规的落实就是戒律。
啊，戒律是无戒，十善，沙弥律仪。这是无论在家出家，修净土必须要做到的。啊，第三福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这是今夜三福啊，三条啊，是一句。一定要做到啊，违背了这个，那就不是学佛了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那么如果要是发心沉船这一个道途啊，将来走弘法利生的路子，弘扬净宗，戒很重要。没有戒，你没受过戒，人家对你不相信。啊，定弘法师跟了我十几年，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他就常常来找我。那毕业之后，在美国教书，啊，讲师、副教授，升到正教授。啊，正教授没有去就职。跟着我学佛出家了，啊，讲经讲得不错，这些年很用功，啊，讲得再好，人家说你没有学过戒，就瞧不起你，啊，我把他送到果清法师那里去，告诉他，祖祖相传。出家人五年学戒，你到果清法师里好好学五年，啊，五年之后你出来弘法利生，大家没话说了。啊，佛法衰了，戒没有了。礼乐没有了，儒就衰了，因果没人相信了，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学佛在过去，学佛之前呢，要学礼，在儒家那里扎根呢，在道这边扎根呢，然后才能登上佛的阶梯，啊，才能节节高升呢。啊，如果不用儒跟佛，那就得修小乘。啊，先学小乘戒，再学大乘戒。斯里兰卡的隆西大学是佛教大学。我给他们的建议，啊，要五年学戒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啊，没有办法五年学戒，佛教是兴不起来的，啊，一定要走老祖宗的道路，啊，要重视戒律。啊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，这个基础没有，那就什么都没有的。啊，佛教衰了，我们将来发心，整心佛教，从哪里教起？从三个根教起。
那龙溪大学律学院也不例外，也从这三个根做起。那具足这三个根，大小乘戒都要学，佛教才可以再兴旺，我们才真正是如来第一弟子。那所以这个六学院呢是非常非常的必要。那不是戒律学院毕业出来就不能进入佛教大学。啊，佛教大学要考的就是考戒律。啊，这是一门主要的课程。啊，那么今天有个同学在这里给我留言，说听说内地有居士自称是听老法师讲经的人，国内外听我讲经的人很多，那都是在卫星电视在网络上听的，啊，听众太多了。这个人呢，但是啊，他帮人助念，先以三小时的时间招请与亡者有缘的鬼神超见鬼神，然后助念。如此做法已经做了几年了，听说的还出书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我从来没有教人这种做法。啊，助念是可以，但是助念印光老法师教导我们就是正确的，我们以印祖的开始，啊，我们不依别人。那别人未必可靠啊，那么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，往生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一定要有把握自在往生，这个可靠，助念不可靠，不可靠。那所以有人跟他讲，他的老朋友，你往生我们帮你助念，他完全拒绝了，他说我不要，那我往生我自己会念佛，我不需要人助念，助念靠不住。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助念靠不住啊，一定要自己有把握。那我们要学海贤老和尚啊，要真正有把握啊，把握从哪里来？把握完全从放下，你对这个世界彻底放下了，没有一桩事情啊放在心上，你就能自在往生。如果还有挂念，那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很可能那一桩事情啊就把你留在六道轮回，你这一生就去不了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彻底放下，特别是亲情。财色名食，无欲弃亲，啊，要放得干干净净，不能有丝毫留念。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
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这样的人往生呢，决定成就，啊，他没问题。这样的人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啊，为什么？因皆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啊，持戒得清净心，修定的平等心，啊，智慧开了，大觉道，啊，明心见性的，啊，那么今天这个第二位尊者，我们对他很熟悉，舍利弗尊者，请看念老的集注。尊者舍利弗，梵语舍利，意为丘陆，梵语佛意为子，所以舍利弗用中文翻译就是丘子。啊，这个下面有解释。啊，以母得名。啊，他的母亲身材长得端正，眼睛就像秋露鸟一样，啊，非常明亮，眼睛好看，啊，所以称他妈妈的时候，别人称他妈妈叫舍利，啊，佛是子。就是舍利夫人的儿子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是丘陆之子。那么也可以翻作诸子，这是表他母亲眼睛清净，像宝珠一样。啊，也可以翻作身子，他的母亲身材好，啊，身材端正，啊，所以这个名字是从母亲得来的。舍利弗在佛声闻弟子中，智慧第一。啊，他表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在经里面的表法，我们展开经本，看到表法的意思，就是代表这一部经这个法门。啊，你看，这一部经这个法门，第一是如来第一弟子，第二智慧第一，第三神通第一。他是来表本经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的时候，这个经特殊啊，听众很多。一切大圣，这个大比丘众啊，万二千人聚，不是一般经典上看到，与一千二百五十人聚，这是普通经典。这个经典跟《法华》一样，《法华经》一万两千人。啊，本经听众声闻众也是一万两千人，无异于法华大经，这不是小经呢。大经当中第一大经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第一弟子，
那换一句话说，这部经超过《法华》，超过《华严》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《华严》《法华》虽好，你不是上上根人，你做不到。但是这部经，你要遇到了。真正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，确确实实是如来第一弟子，一点都不假。那如来弟子神通智慧，言有不殊胜之理呀，没这个道理呀。那么下面再谈谈舍利弗的智慧。他在母胎的时候，也就是他母亲怀孕。就突然有了无碍辩才。他的舅舅居士卢，也在释迦牟尼佛麾下证阿罗汉。居士卢是辩才第一，声闻弟子中辩才第一。你看，8岁登座，讲经说法，无印度都知道他。现在讲知名度高啊，国际知名啊，7日之内遍达佛法，所以他辩才无碍。他姐姐当然辩不过他，但是姐姐怀孕，他跟他姐姐辩论的常常都是输了，所以他就感到姐姐没这么大的能力，怀的这个小孩一定是绝顶智慧的人，所以他要努力，不努力将来这个外甥生出来了，这舅舅不如外甥呢，这是很难为情的事情。你看他就想到这个事情。那么这些详细的参考资料，同学们已经做了一番功夫做出的这本书《净土大经科注》参考资料，详细参考资料通通在这里头，就诸位自己可以去看，本经说此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为大智者实能深信不疑，物列上首，仅次乔成儒。所以你看这表法的几个人太殊胜了。我们有幸遇到这部经，是无量界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！这个话是清朝彭基谦居士说的。彭居士是乾隆年间人，通宗通教，显密
圆融。佛门的大善知识啊，他没有出家啊，对佛教的贡献很大啊，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故列上述啊，这就是说明真正相信，真正不怀疑，这个人是智慧第一啊。再看下面一位尊者，神通第一尊者大目犍连啊，我们看念老的集解，尊者大目犍连即阿弥陀经中摩诃目犍连，摩诃是梵文，意思就是大啊，目犍连是心，翻译为赞颂、蔡叔、来福根啊，有这几个意思。这个族出家人很多，故于尊者姓氏冠以大啊，大字大才疏啊，大目犍连用这个来鉴别，其名为居略陀啊，复为相国啊，那么他是贵族出家的啊，父亲是宰相，从居利陀树神祈求得子，应以名字啊，他的名字居利陀啊，是他的父母向居利陀树神求子啊，真的生了个儿子了啊，所以就用这个树名作为名字。啊，在佛的弟子当中，神通第一啊，那么他表法就是表神通。知读论语如舍利弗，智慧中第一了，目犍连神足第一啊，又舍利弗是佛右面弟子，目犍连呢是佛左面弟子，尊者神通甚广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左右啊两个弟子也是表法的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释迦牟尼佛智慧第一，神通第一啊，随释迦牟尼佛造像塑像的时候，这两个实体，一个是舍利弗，一个是目犍连啊，
他有表法的意思。为什么不说别人？啊，在教下就是用他们来表法。啊，那么也有用迦舍阿难，迦舍阿难呢是代表教的啊。随着塑像，你看到释迦牟尼佛两旁边是迦舍，是阿难，这是叫佛教的表法啊。迦舍代表禅宗，阿难代表教下。啊，禅宗教下了，就是这两位祖师传下来的。啊，教下的始祖阿难，宗门的始祖是迦舍，通通是表法的意思。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啊。那么是用舍利弗跟目犍连呢，那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智慧第一，神通第一。这是表释迦牟尼佛的智德啊，智舍利弗表，德目犍连表啊，大智大德。那么尊者神通很广，例如举一尘十种上升梵天，这个里头都有典故啊。外道以山置之不动，即降伏毒龙等，都在参考资料里面啊。我们为了节省时间，不必细说了啊，这个十种略略说一说啊。这是因果报应啊，释迦族被琉璃王消灭了啊，佛在世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法子救他这一族啊。这是什么呢？因果。佛说出这一桩事情的前因后果啊，那在九缘劫之前，释迦族是一群渔夫啊，靠打鱼为生的。琉璃王这一族呢，是一个池塘里面的鱼。啊，那么释迦族的人把这个池塘水放干了。啊，把这个那叫一网打尽，一个也不留。这个鱼就发了一个狠心要报仇啊，将来的时候他要是得到人世人生有这个能力的话，要报这个人仇。这一生呢遇到了啊，琉璃王是他们那个鱼里头的头，好像领导一样啊。这一族他是成为国王啊。那释迦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渔夫啊还算不错，现在还生在人道，冤亲债主遇到了啊。世尊
知道这桩事情，劝导释迦族不要抵抗。那为什么？敌人太强大，你对付不了。劝他逃走、逃命，啊，所以释迦族就翻过喜马拉雅山，到西藏了，啊，在后藏。迁到后藏之后，就在后藏落脚了，以后没有再回去了。这一桩事情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释迦族的后人在西藏。那么舍利弗有神通啊，他要救释迦族，他永不啊，好像是撞了玻璃的有500多人，把他们送到天上去啊，救了这个释迦族一些人，一部分少数啊，应该都是活皇族啊，告诉世尊，他用他的神通救了500多人。佛就告诉他：“你再去看看。”啊，他到天上就看到这玻璃的人，通通化成血水。啊，佛就说了：“定业。”没有救啊，佛的神力都没有法子救。你这个神通第一的阿罗汉也不能救他们啊，为我们实现定业不能转变啊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不要跟人结怨仇啊，冤仇借了，如果对方真正恨透了你，死也不会饶你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那真叫苦不堪言呐！啊，琉璃王灭世种啊！也是给我们最好的启示，我们真正明白了，搞清楚了啊，在这一生当中不跟人结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别人跟我结怨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过去是，大概是我得罪他了，这件事一定要化解。啊，他恨我，他回报我，他陷害我，甚至他杀我。都没有怨恨心，不给他结怨，那要原谅他，啊，不要去计较，啊，来生就变成好朋友了，啊，不会变成冤家对头，啊，这才叫有智慧呀。这样才能够转业报啊。
啊，小不仁则乱大谋。啊，别人对你一点不好，你马上给他颜色看，报复，人家记恨在心，这个是麻烦的。啊，记恨在心的人，来生多半都三恶道。恶道的业消了，他又会得人生，不定在什么时候碰到。啊，畜生道碰到，互相残杀；人道里头再碰到，那个毒害更深。啊，这些事情总要想清楚、想明白、想透。啊，学海贤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真正做到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老和尚一生没有哪个善人哪个恶人，没有，他对于一切人平等看待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没有一个有怨恨的人，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。这个要跟老和尚学习啊！啊，这个故事里头有一段，他到玉米田里面去看，正好碰到有个年轻人偷他的玉米。这人一看到他来了，手足无所措，害怕了。老和尚告诉他，安慰他，不要紧，你喜欢拜，捡大的拜。转身就离开了。啊，确确实实心目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好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老和尚一生耕种，啊，他开荒开了14片田地，一共100多亩，啊，种植粮食，种植蔬菜，种植水果，通通是做布施啊。他没有拿去卖钱的，啊，都是救济贫苦的人，所以别人来偷他的玉米，啊，他完全是布施，啊，你要多少你自己拿多少。欢喜啊，不施恩德了，不结怨恨了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没有替自己着想的，那总是让人欢喜。啊，不施喜悦，自己欢喜啊，法喜充满。啊，原谅别人，消自己的业障。啊，不肯给别人方便，将来自己遭遇的就是不方便。障碍别人就是障碍自己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那我们这一生当中，
遭遇的善缘少啊，逆缘多。怎么相处？一定要常常反省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啊，冷静去观察，总是自己有问题，不是别人有问题。啊，总是自己做的有缺陷，才会招别人嫉妒、障碍，啊，毁谤、破坏。一定要晓得，别人没有过失，过失全在自己。啊，不但对于这些冤亲债主没有怨恨，而且要生感恩的心。为什么？他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，成就我们认真反省改过的机缘，让我们自己道业德行能向上提升。你从这一方面想呢，他不但对我没有害，他对我有好处。啊，像忍辱仙人一样。啊，忍辱仙人的故事一般都是从《金刚经》里看来的。啊，隔离王各界身体。啊，详细的故事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只是引用，但是《金刚经》的注解注得很详细。啊，忍辱仙人是谁呀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啊，隔离王呢？就是乔成如尊者。啊，隔离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暴，强暴。啊，隔离王用中国话就是暴君。啊，忍辱仙人遇到他了，啊，这个故事非常值得人反省。啊，他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隔离王是你能够忍，我来试试看。啊，用刀。啊，把他整个身体一刀一刀的割，我们中讲凌迟处死，这是最残酷的，你能不能忍？能忍，再割。一直割到最后，啊，能忍，而且告诉隔离王，将来我成佛的时候，第一个度你。隔离王是诚慧心，把这个修行的人处死了，用这么残酷的手段。
可是人如仙人是感恩的心，为什么？成全他忍辱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圆满他就成佛了，行结千佛，释迦牟尼佛排名在第五，弥勒在第四，因为忍辱波罗蜜的圆满，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，弥勒菩萨排在后面，排在第五。如果忍辱仙人要有怨恨，不但不能成佛，有怨恨的都是堕地狱，他从佛的地位掉下来出无间地狱，能忍，从第五尊佛升等，在第四就成佛了。弥勒菩萨退后了。我们要常常想想，忍辱得大福报，忍辱能化解最重的罪业。最重的罪业是什么？戒经上告诉我们，破惑合身。无念里头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触佛身学、破惑合身，这无念。无间地狱，有怨恨心的多这个。那么今天破惑合身的人很多，很普遍。佛眼睛看到生怜悯心呢，他要不回头，没有人能救他。一定要自己回头，自己不回头，自己不觉悟，必定堕恶道。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。我们学佛求往生，不能不忍辱。忍辱，我们心才能够安，我们的语言才能够慎，殊胜。我们的业才能够消得了。不能忍辱，天天造业，它不消业。恶业天天在增上，怎么得了？学佛是真学佛，是假学佛？这是关键的。假学佛消不了业障，要真学佛。真学佛
海贤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千万不要以为他只一句佛号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学他有他的心量吗？有他那么老实吗？啊，待人谦卑。对人都恭敬，生活一生守着清苦，以苦为师，他讲他的小妙，要能持戒，要能吃苦，啊，才能跟他共住。每一天的工作从早到晚都在田地里头，啊，他的道场没有人供养，乡下小庙没人去，没有香火，他也没有佛寺，也没有法会，靠什么生活？靠农耕。啊，小庙有几亩地，啊，庙在野外，啊，山上的地很多，没有主的，啊，他去开辟，叫开荒，啊，荒地，开了100多亩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。收成好啊，为什么？他心好，他种出来东西一定比别人好啊，种出来干什么？不是卖钱，救济贫苦，哪个地方有人没饭吃的啊，他去救济他。这个事情干了92年了，真干了，每一天干得欢欢喜喜的。啊，接受他这些供养的人，这里的报告告诉我，成千上万。你就是老和尚欢喜布施，那别人供养他的钱都用在印经放生，那用在帮助别人建道场。啊，他一生曾经帮助11个道场，不容易。啊，自己除几件衣服什么都没有啊，衣服都是破的，啊，补了再补，据他说，这个小庙吃苦的。穿是补的，心地真正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除了一身佛号之外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。
看一切人都是好人，看一切事都是好事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啊，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我相信在他中年之后，也就是40岁之后，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应当做到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有圆满的定功戒，有圆满的道功戒，这都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目前连神通的事情，念老在此地说得好。啊，上身梵天，外道一山，置之不动，降伏毒龙等等，难以具述。啊，太多了，神通的故事太多了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第四位，宗门初祖迦舍尊者，啊，请看念老的记注：尊者迦舍，迦舍的姓也。啊，这是梵文音译的，此以为龟。啊，印度啊，对于龟跟中国人一样，都把它看作吉祥、长寿。啊，龟何延年呢？啊，吉祥物。那么或者翻成呢，荧光。那是说他智慧道德之光很强烈，那像太阳一样，在太阳之下所有的光啊都显不出它的明亮。那迦舍尊者的光明也如是，一般修行人在他面前的显不出来。名毗波罗，毗波罗也是庶民，那因为父母在这个树神祈祷求个儿子，啊，他真的得了一个孩子，就用树做他的名字。啊，尊者乃大夫长者之子，啊，前面我们看到目犍连啊，舍利弗都是贵的，目犍连是父亲是宰相，迦舍尊者的父亲是大夫长者，能舍大财啊，那么可见他家里头是豪华的生活。他出家修苦行，这能舍大财啊！啊，修头陀大恨，
偷偷是苦行，后面会说到。为大人所设，这个大人是有道德、有地位、有身份的，现在叫知名之士。啊，他的知名度很高，所以称他为大家士。那么同时，佛弟子当中有三个家士，有舍利家士，有童子家士，有童女家士，啊，所以称大家士就知道了，啊，不是指别人，而是指他。那么又家士以为贵，法华文具云。法华文具是唐朝初年智者大师天台山啊，智者大师所做的，就是《法华经》的注解啊，天台宗最主要的一部大经啊，天台必修的课程。这个里头有一段说，其先代学道啊，这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家族啊，先人学道，感应的灵龟赴仙途一印，崇德民族啊，有灵龟背着图这感应啊，所以他们这一族用龟，用灵龟啊，灵龟也是家世的意思啊，古人贵师，又云荧光。那么这是佛说的，在过去，毗婆佛、毗婆师佛的时候。这是过去七尊佛第一尊毗婆师父啊，那么他是野经寺啊，也是提炼，也就是从经矿里面提取真经，那么现在称为金银珠宝啊，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，这也是非常富有的。毗婆师翻成中国意思，圣观，殊胜的圣，观察的观，啊，观照的观，圣观，在四十亿劫之前，啊，这七佛，这是九元劫之前。
经上告诉我们，四十一劫之前，那么他与一个贫女共以黄金庄严佛像，造佛像，造像功德不可思议，说自而一来，那么这就是四十一劫一来啊，这底下讲了九十一劫。身如黄金，光色黄耀，银碧于色，故名银光。啊，银直吞，光吞注色，这就是银光的意思。啊，它的光明比别人光明大，别的光明在它光下就显示不出来了。啊，好像我们的灯光在太阳底下显示不出来啊，银光取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介绍名称的来由，下面我们要说尊者的德行啊，尊者头陀恨第一，这个字念去身啊，不念行，念恨。当动词用啊，不是名词，是动词啊。我们一般叫苦行，头陀者梵语，此云斗数，或者现在讲淘汰，有这个意思。用十二种淘汰尘劳烦恼啊，这叫十二头陀啊。你看他是怎么修的，把烦恼统统放下了。第一个，他住阿难若，阿难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极静处，这个地方没有人到达啊，多半住在山上，而且这个山路一定很难走，也就是一般人不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的啊，这个地方听不到人声啊。极静的标准，在世尊那个年代，乡下农民耕种啊，用牛，牛叫的声音很大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称为阿难若啊。那么现在噪音比从前多 啊，车的声音，飞机的声音，住在港口轮船啊，这些声音都属于噪音啊。他住在听不到噪音的地方，心地清净，远离人家啊，农民的村庄，远离村庄，
第二呢，常行其事。他每天出来徒步，所以居地村庄、小镇也不能太远，太远徒步不方便。佛定的规矩大概是三里路走还方便。就为了乞食方便。第三呢，次第乞，这是乞食的规矩。这一家富有，有钱人家，饭菜都很好，每天到这来乞食，这就用乞贪心。次第是一家一家的轮流。这轮流完了，再来一轮，这样子起法，平等，去平等。第四呢，日中一时。如果是三餐，一天三次乞食，人家说这个出家人贪心，怎么过一会就来了？每一天其实是上午，早晨功课完毕之后，就出去乞食，乞食是一门功课，有规矩的，席帐就是乞食用的，不能敲人家门，在门口摇席帐。里面人听到有锡杖的声音，就知道外头有出家人来乞食，他就会来供养。锡杖就这个用途的。说，乞食完了之后，不时人家给了，一路走着一路吃的，那就没有礼节了，没有威仪了。一定要回自己的南入，回自己的道场。如果这个道场人多，不止一个人，一个人一个小茅棚，住山洞都可以。住树下也行。那比如说五比丘。释迦牟尼佛最早在洛阳院五比丘，佛自己带着他六个人都出去徒步吃饭呢，回来每个人脱掉合在一起，会在一起吃多少拿多少，吃完之后还有多的布施给出生，给小鸟，给小虫，给他们吃，不能留在明天，吃完之后，剩下来供种，所以叫一钵千家饭呢。这个制度好啊。第五呢，节量食。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不能吃太多。饮食最好吃到七分就够了，不要吃太饱。这个对于养生之道有帮助。第六呢，过中。不饮浆，为什么？浆里头有渣子，水可以饮，浆不能饮，会沉淀的都不能吃。过中，这个地方用午时还不行，
五十，是11点到1点，这都是五十。这个钟啊，是50的正钟，啊，也就是12点。过12点之后，不演讲。啊，那么这个是钟啊，每一天时间都不一样。就古时候用日晷测量，啊，但是天阴又测不准了。现在呢，可以用天文日历，啊，天文台有发行的日历，啊，向他们要，有些地方可以买得到。每一天是几分几秒是钟，啊，叫钟午，啊，决定不能过钟，所以托钵吃饭。一般都在11点钟前半个小时，这是绝对不会过钟的。啊，如果要是真正中午，肯定会过钟。这都属于戒律，严格的遵守。啊，这佛的制度。第七呢，着分扫仪。啊，分扫仪就是别人丢弃的，古时候资源缺乏，一餐饭容易。人家布施一点可以给你，但是衣就不容易了。啊，衣都是手工纺织的。啊，那么别人穿旧的、穿破的不要了，丢掉的，粪扫就是人家丢掉、丢弃的，你可以把它捡来。啊，不能用的就不要，可以用的剪成一块一块的碎布。所以叫缝尘，我们叫的袈裟。啊，那个袈裟质量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，所以缝尘衣之后把它染色，染成咖啡色的，啊，红黄蓝白黑，啊，白色的 不必要，啊，就是红黄蓝黑，这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叫袈裟色。这是佛教给我们穿的，啊，这就是古时候衣的来源，啊，这么来的。啊，第九中间坐，坐下来休息，坐在哪里？坐在坟墓、坟地，啊，为什么？引起自己的警觉。你看，这个人过世了，埋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要想到我将来也如是，啊，才能够勉励自己精进。不屑啊！既然出家了，这一生一定要有成就啊！来生决定不能再六道轮回啊！小乘是以出离六道轮回为目标啊，大乘是以明心见性为目标，明心见性难啊，出离六道比较容易啊，只要放下执着，放下见思烦恼，就超越六道轮回啊。所以选择
每天打坐在坟地。啊，第十，树下修。啊，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在树下，树下一宿，这就佛之定。啊，第二天另外找一棵树，不能在同一棵树下，都是怕你起贪心、起爱心。这个树大，树荫好，啊，这里坐着舒服。啊，随佛只准一天，第二天要换地方，不能在原地方。啊，佛都是教我们怎么样把贪嗔痴慢放下，目的在此地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第十一个，陆地坐。啊，陆地是没有遮盖，我们喜欢都坐住在树下。啊，有树很好，没有树，陆地。第十二个，但坐不卧。啊，我们讲不捣蛋。晚上休息是树下一宿，啊，没有躺下去睡觉的，啊，常坐不卧，一思苦心呢，扫除尘累，沉静身心。啊，用这十二种，这十二种叫苦行，是佛法里头标准的苦行。啊，目的是断除烦恼，啊，也就是分别执着，啊，特别是执着，啊，不再执着了，对于一切法平等看待，啊，迦叶尊者年老的时候依旧遵守，啊，佛陀看他年岁太大了，啊，劝他休息，他坚持到底，佛就赞叹：“有头头恨，我法久存。”故云：“头头地有。”啊，也就是真正做到了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这是迦叶尊者做给我们看。啊，那么这是介绍迦叶的生平。啊，后面这一段说迦叶尊者修行的成就，啊，他是传禅宗的这个法门，禅宗的初祖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